战犯范玮琪十月刚举行两场演唱会，正式宣告回归乐坛，让粉丝们超期待他未来的活动发展。不过首场演出却遭遇奶奶过世，他上个月才忍痛发文告别奶奶，不料昨天却又传出范范爸爸因失足跌倒，送医抢救后住进加护病房，最终仍宣告不治。范玮琪昨天也赶到台中奔丧，经纪公司则表示他现阶段会以处理爸爸后事为主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也请大家为他们留点空间。范范刚下定决心跨出新的一步，就接连痛失至亲，实在令人心疼，也让多年好友大小 S 都忍不住难过发文，愿范爸爸一路好走。